留着一撮小胡子，戴着圆顶礼帽，穿着宅礼服和宽裤，在无声电影荧幕中蹦蹦跳跳。世界三大喜剧演员之一的卓别林，1977年12月25号在瑞士逝世，享寿88岁。卓别林活跃于好莱坞电影的早期和中期，也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。1997年12月25号，台北捷运淡水线全线通车。淡水线是台湾第一条由传统铁路改建而成的捷运路线，圆山站以南是地下路线，以北是高架路线。因为当天正好是国定假日，淡水线各站都是人山人海，来体验捷运的便利性。2010年12月25号，我国五直辖市以及17县市的全新格局正式上路。当天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和高雄市这五都的市长、市议员宣誓就职，市议会也举行正副议长选举。华视新闻穆夏翠、何家俊整理报道。